醒了熟睡，日落下沉醉，光透过我指尖消退，展开涟漪心如潮水，让时间不再乏味，晚风轻轻吹，想来一杯柠檬气泡水，一口夏天的陶醉，阳光真明媚，我和你刚好搭配，加点冰有微醺的风味，哦哦，不要再皱眉，哦，你像气泡水蔓延心动的滋味，发烧随风吹，我为你骗你，要不就是不爱你，要不就是太爱你。我小舅舅那么有魅力，那个人一定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所以才会骗你。哦，嗯，他不愿意你知道一些事，说明他觉得这些事会破坏他在你心目中的形象。他这么在意你的看法，可不就是太爱你了吗？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。奶茶我爱优乐美。双硬核强内护的皇家美素佳儿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早知道今天就不开车了，这样玉游就能送我回家了，我们还能再单独相处一会儿。下次见他绝不开车。周末居然还要加班啊！不过有你陪着，在哪里都算约会。冷吗？要不要去车上？不要，去车上就抱不了了，你怀里就是最暖和的地方。你今天到底等了我多久啊？你说说嘛，怎么会突然来这里？郑书意，嗯，你怎么这个时候了还这么多问题啊？我不可以知道吗？我以为作为女朋友就可以知道你的一举一动、所思所想了，这难道不是恋爱的特权吗？你可以知道。是我吗？外面冷，回去接吧。嗯，好。易爷，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呀？今天怎么样啊？今天好极了。意呀，妈妈知道你们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呢，动不动就把网上那个明星什么的当成自己的老公，花钱花心思，最后呢沉迷进去了，就看不上身边的男孩子了，白白错过了多少姻缘，你说可不可惜啊？人家玉游还是很不错的，你们要多相处多了解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我又没说他不好，你急什么呀？妈妈没有急，妈妈不是跟你谈心吗？免得你产生那些虚无缥缈的想法。哎，妈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洗澡去。哎，你等等，我刚刚跟陈院长已经沟通过了，他也是很支持你们的。这个周末那个展，你们两个一定要去啊！再说吧，再说吧，我要卸妆了。哎。
今天妆这么素。玉教授，美术展的票我已经订好了。谢谢，门票一共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连标点符号看起来都那么客气。小静，小云回来了。小舅舅，你今天是有什么开心的事吗？嗯，什么开心的事？快告诉我。小孩子别多管闲事。小舅舅，你嘴上有口红印。不早了，早点睡。小心变熊猫。我炸他，他居然还跟我开玩笑。小舅舅这是什么情况呀？早啊，小月。到底有什么好事发生吗？怎么大家都这么开心？Hello, this is a blanket. 早上好啊！哦，早上好。楠楠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别提了，昨天晚上我们家漏水，一晚上没睡。啊，那现在弄好了吗？哎，检查过了，要重新装修。我现在是没地方住了，下班之后还得去找房子。哎。我昨晚上发朋友圈，你没看吗？昨晚没有。哎，你画眼线了啊？啊，今天心血来潮画了两撇，眼线笔再不用就要干了。嗯，不对。哪里不对？不止眼线，还有这个腮红，啊，唇。喂，你好，陈总助。聚合这个团队的，你平均年龄也太小了吧？规模嘛，也就这样。哎，玉友，你这份报告是不是再改改啊？不然那帮叔叔又得说我们在过家家。实验，你说呢？你帮我看看，他是不是在笑啊？这有点吓人啊！他今天心情好像不错了。看我干什么？报告看完了吗？有什么要补充的？哎呦，还装呢？难道不应该是你跟我们分享分享遇到什么开心的事儿吗？
当然是遇到好事了。聚合，年轻有活力，技术方面有追求，管理团队分工明确，我很看好他们。而且从这份报告上来看，聚合的估值也非常合理。我们现在进场算是捡了个大便宜，遇到这种事情我不应该高兴吗？就这？怎么可能？你信他？吃饭了吗？正在吃满汉全席。我女朋友吃的不怎么好啊。那我男朋友能给我补一补吗？教授发消息吗？胡说什么呢？不是。小月，我得跟你郑重的说一下，我对玉游只有朋友的欣赏，没有其他感情。舒姐，我也有事要郑重跟你说一下。你说。我觉得我上次给你的建议很有问题。你跟玉教授是同性，同性，对啊，你听说过异性相吸，同性相斥吗？你们两个性格太像了，不互补，不太适合在一起。那你觉得我适合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呢？那个小舅舅啊。你也这么觉得吗？当然，你和小舅舅性格互补，年龄互补，职业互补，多合适啊。那按照你的说法，你跟玉游倒是也很合适。是啊，舒逸姐，你也总结了。来点吗？我约的人。我们吃个饭好不好？我有话要跟你说。莎莎，哎，那我们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先上车再说。送你的，谢谢。孔局长，我大学同学是当地人，刚好有房子要出租，离你们杂志社也很近。我看到你发的朋友圈，就想着问问你。太好了，你帮我大忙了。那个，你别老孔记者孔记者喊我，太见外了。不说了吗？喊南姐。南。实在不行，你喊我孔南也行。孔南。哎，这是新小区吧？会不会很贵啊？来之前我问过了，租金和你之前那套差不多。啊。要是你看上了，我可以再帮你跟我同学聊聊。好呀。孔记者觉得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啊，太可以了。就是这个价格。嗨，价格都好说，
你不知道陈胜今天磨了我一天了，我心想我这肯定得帮他一臂之力呀。啊，有症状，九九九感冒灵，暖暖的，很贴心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今天谢谢你了啊。不谢，不谢。那要是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啊。拜拜。拜拜。陈胜。啊。今天。孔记者，我同学刚刚说的话你别太放在心上。他上大学的时候就比较爱开我的玩笑。那你的意思是你对我没意思了？我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我对你就是。你一个大男人，你能不能痛快一点？有还是没有？有一点。有一点是多少？就是觉得你挺好的，想看看有没有机会。有没有机会什么？能和你发展一下。我就是想想，你如果不愿意的话。那你确实应该好好想一想。你知道的，我比你大五岁，到今年七月份我就30了，我妈也一直催婚催得很急，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时间跟一个弟弟玩玩。我知道了。所以你要是想追我呢，你就必须得认真，并且考虑好将来，做好结婚的准备，别浪费你自己的时间，也别浪费我的时间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当然没问题，我向你保证。那一会儿有约吗？那一起吃饭呗。吃饭了吗？石家小燕倒是粘人的很啊。我在吃，轮到我问你了，你吃饭了吗？还没吃。石总，您的外卖。收到外卖了吗？怎么还没吃饭？我这不是等你一起吗？你快看看喜不喜欢。淑意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你要谢我，这一粒米都不许剩了。算了，你还是别撑着自己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说了，挂了。你快吃吧，拜拜。哦，吃完不要马上坐下工作，起来站会儿，知道不？你想跟我说什么呀？我想跟你说，你这一周有时间来骑马吗？没时间。这一周没有时间的话，那下一周呢？下周我有事儿。
那下下周呢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其实想跟你说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更多类似于吃饭、骑马、看电影之类的事情？然后呢？冠姐，其实你有很多人可以陪你一起吃饭、骑马、看电影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又应该以什么关系做这些事儿呢？我吃好了，谢谢你的晚餐，我先回去。不用送了，我可以自己叫车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你还是应该好好想想，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。到家了，早点休息啊，晚安。小舅舅，你回来了。你在干什么？做功课。你领导教的不错，做完功课早点睡啊。啊！我领导教我什么了？舒逸，今天有个访客找你，我让他在会议室等你了。哦，是刚才那个男孩吗？谁呀？是他。嗨，我是易阳。易先生您好，我是郑书逸，您找我。郑记者，我想向你约个稿，做一篇这样的专访。我们今天可以先把这件事定下来，你要约个时间，等你把采访提纲给我之后，我会认真准备一下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要求，我的这一篇专访要放在财经界的电子刊上。易先生，您看，我的时间大概要到下下周了。我可以等。不知道易先生从事什么行业，在哪里高就？不错，你已经开始想要了解我了。这样吧，为了让你更了解我，周五下午3点有一场直播发布会，我会邀请你作为唯一媒体方出席。易先生，您刚才已经看过我的时间表。我还是希望郑记者可以拨冗出席，这样可以帮助你更迅速、更深入地了解未来的采访对象。
我们加个微信吧，等一下我把地址发给你。他找你干嘛呀？他说他叫易阳，找我约稿。这是碰上妄想症了吧？没准是个骗子，你得注意安全啊。是哦，要不你跟悠然说一声，下次别让他进来了。可是我俩独处的时候，他也没做什么奇怪的事情。万一他是一个掩饰很好的心理变态呢？你没把你的个人信息透露给他吧？以爱为营，由特仑苏冠名播出。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舒丽姐，我去上课了。大学毕业了吗？这么多重名的，好像哪个都不是。什么发布会啊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难道他真的是……哎，同学，这里没人，你过来坐吧。谢谢啊。不用谢，玉教授的客人很多，我总看到你来上课，所以就想着帮你占个位置。哦，对了，我是20级金融专业的，叫钱宇成。你好。我看你每周都会来上这门课，但在其他专业课上却没见过你。你是？哦，我不是财大的学生，我在财经界实习，是特意来听易教授的课的，给自己充充电。哦，是这样啊。你是记者啊？啊。我们。同学们好。老师好。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，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市场风险计量，请大家打开教材。我们主要是从什么是风险计量，第二，市场风险计量的方法有哪些，以上 VAR 值的计算。于教授讲到哪儿了？不是这一页，在这儿呢。所以在整个 VAR 的计算当中，局部估值法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。当然了，除了局部估值法之外，历史模拟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。今天真是谢谢你。你已经谢过很多次了，你从校外来不好找座位，不如这样吧，下次我还帮你占座。真的吗？太感谢你了，那我有空请你吃饭。行啊。啊，人呢？怎么走得这么快啊？舒逸啊，你今天不会还要加班吧？嗯，加一会儿。奶奶，你今天竟然化了全妆啊？老实交代，什么情况？没什么情况呀。哎，我一会儿要去签约。签约？嗯。你房子找好了？啊，找好了。哦，我朋友帮我找。哎，那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明天见啊，拜拜。明天见。今天还要加班吗？嗯，
那你加油，我也在加班。我们隔空相伴，尽快结束战斗。等这几天忙完，周末就能见到你了。期待。好，周末见。点啥呢？喂，喂，你好，是郑书意吗？你的餐到了。啊？郑医生，你的外卖。您看一下，餐还是热的，也没啥。下单的是您男朋友吧？你男朋友可真细心，给我打了十几分钟的电话，叫我去哪里买保温桶，怎么把店里的面搞出来。保温桶跟当贼一样，可折腾死我了。吃了吃了啊。哦，对了，麻烦让他给我个好评。谢谢。这么细心，谢谢石家小院的爱心专送，我很喜欢，但是还是想和你一起吃。下午三点，期待你的出席与见证。万兴路十八号。什么万兴路十八号？万兴路，哎，这不是在科技园那边吗？易阳，你不会真要去吧？那地方可是有点偏的。郑记者，易先生，你来了，直播还没开始，我带你参观一下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公司大概就是这样了，这个月刚弄好，还比较新。所以易先生是刚开始创业吗？那您之前时间差不多了。郑记者，你的疑问马上都会得到解答。你在这里直播啊？对啊。啊，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就有一个自己的视频频道，经常会在上面直播，分享一些自己的研究还有生活趣事。国内的开业形式比较繁琐，所以我这次也想尝试用直播的形式开业，这样也可以有更多的人看到。我之后也会在直播里面继续分享自己的生活和工作。你真的只邀请了我一个人？当然，请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易阳 ，Jackson E， 很开心可以用直播的形式跟大家分享我公司的开业过程。Jackson E， 这名字怎么这么熟啊？JY 芯片天才，14岁时就对半导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
本科毕业后直升博士，大学期间就与同学一起创业，靠自己的几个研究赚到了第一桶金。我与挑战一直保持着一种热恋般的关系，挑战与被挑战一直是我生活的乐趣来源，还有我进步的动力所在。我很幸运，在不断挑战的路上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我们这次的挑战是黑马科技，与我一起接受挑战的是我的好拍档 Bruce， 接下来有请我的合伙人 Bruce。先，别看我，你看手机。有请我的好拍档 Bruce， This guy JY 是我非常好的朋友，我们有信心带领黑马的技术团队研究出性能更加的芯片，把整个行业带入新的阶段。 Bruce 这个家伙什么意思啊？还有这个 Jackson 是谁？谁能跟我解释一下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会早就知道了吧？我不知道。实验，你看一下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我会找 Bruce 聊聊。去乐安找陈康。石总，布鲁斯离开了乐安，加盟了一家名叫黑马科技的芯片公司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他这就离开乐安不就完了？田叔叔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石总，田总约您半小时后见面开会。谢谢大家。Bruce， 这位是财经界的郑书毅记者，我今天的特邀嘉宾。你好 ，Very nice to meet you, Miss Zhang。我接个电话 ，Sorry。Hello, you, Bruce， 我想我们该谈谈。I'm really sorry， 我已经做决定了，希望你们可以接受。Bruce。云创跟实验对你都拿出了100%的诚意，乐安也非常需要你，你们的进展一直都很顺利啊。其实实验很优秀，乐安也很专业，但我跟 JY 认识了很多年了，我们有共同的理想，而且他是这个领域的天才，跟他在一起我有更多的可能性。希望你能理解，我很抱歉。感谢郑记者大老远跑来见证黑马揭牌。恭喜你啊，易总。那我就等郑记者安排采访时间了。易总，我可能还需要回去考虑一下，再给你答复。OK， 叫我易阳就行。那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啊，需要我送你吗？啊，不用，我叫了车。黑马科技的直播了吗？乐安是什么情况？实验，你那边还好吗？改去明玉云创吧，不好意思啊。
郑记者，您怎么来了？陈总助，不好意思啊，能不能麻烦你带我找一下石总？我有急事。您没和石总约好时间吗？他十分钟前刚刚离开。啊？小舅舅，我今晚在老宅查资料，不回去了。石燕，我来找你了。我没事，不要担心。没什么，就是想你了。你喝酒了？嗯。你自己喝酒怎么也不叫我一声啊？石家小燕有点小气啊，上次在你家尝过之后，我就念念不忘呢。没了。你现在喝的这个我也垂涎已久，你给我倒一杯嘛，我陪你一起喝。好。放得下，别走远。